感谢杜浩送的一张粉丝团。把我辅助摇走干嘛了？不帮他挡，他死了，我跟你讲。不帮他打他一定死，我就这么讲。我妈这月的这种线我打不了啊，我觉得这个线实在太多了嘛。止，这还不止啊。Q。哎，没 Q 到算了，没 Q 到拉倒，带不灭的。倔强王者，倔强王者吗？倔强王者好像也没问题，为什么不是英勇王者？我觉得英勇更直观一点吧。感觉他 E 上去他死了，我有种预感他要 E 上去了，但当他 E 上去的时候就是他的死期。
稍微走远点吧，刘娜被削了，但还是他 W 开前面还是很弱。刘娜这英雄，这 W 一开双抗一加就还是很弱，很正常。哎，小左位牛我 Q 进来了，收集者这个是不吃啊，这个杜城贪心的下场他死了，贪心的下场，贪心。这下给你 Q 到了，让我思考一下，但我想出鞋子啊，来出鞋子吧，有攻速鞋更加舒服一点。
他这个圣上把我这边的，他这把到我对面的，再见就是对手了。快了哥们，快了吗？好美，好像来了，好像没来，不管没来不管。一个大招，哎，哇，哟，吓死了！刚好有五星钱了。再来个繁星提醒，爆杀，伤害就很夸张，很过分的。让我 A 一下，兄弟 ，AQ。喂，五二零。主播，但主播觉得18岁的自己可能还是现在的更强一点吧，会控的。是的，我是觉得自己现在比几年前更厉害，就能自己能明显的感觉到，之前还是非常的，就感觉现在还在进步吧。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天开始原地踏步或者退步的。
但现在来讲还是在进步的。冲着我来呀、都往哥脸上冲了、